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国姓大基村的大环平山，在地社区甲相关的单位争取经费，来做一条一公里长的石板的登山步道，让游客走起来更加安全舒适，希望会当带动地方的观光。国姓乡大环平山，这个家最近是民众爬山的新景点。在爬山路中，导览员会小解真济食物。像我们爬山呢，喉咙干干的，你这两口下去，喉咙蛮顺的，呼吸也蛮顺的。你们可以尝试看看。国姓市区海拔桥600公尺，山顶桥1000公尺左右，沿路有真济平地看袂到的林木和野生动物。虽往路线爱行较久，不过算是真轻松。我们从最下面走上来，然后这边其实还不错，这里的天气凉凉的。因为大环平山自然生态丰富，所以在地特别成立高东溪自然资源保育会，规个保育范围超过500家。保育会成员也无定期巡查，希望予爬山游客看到自然山拿上水的生态环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